你这一板凳，可算是把我们家砸毁了。星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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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咋一个人跑这儿来了？你想吓死姐啊？他不太欺负人了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他们太过分了！今天这事儿都怪姐没有照顾好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别哭了，你放心，姐一定不会看你被人这么欺负的。姐一定给你讨个说法去。你先听姐的，先回家好不？你俩先把他送回去。好好，别哭了，青玉，咱们先回去吧。走吧，咱们先回家吧，别难过了。慢点。走吧，您先回去吧，我们再观察一会儿。留步吧。好，慢走啊。叔，陈家哥他怎么样了？哎，杠子，陈家哥怎么样了？他怎么样？你说话呀。爸妈，我们回来了，人找着了，找着了啊！哪儿去了？我让小崔他们先送他回家了。啊，幸福，你跟他说一声，我们这闹喜都这个样子，传家是闹得过火了点，也没啥大不了的。你跟他说说啊，心里放下这事儿啊。爸妈，咋样了？怎么样了啊？哎呦，孩子！慢爸妈，陈家哥被砸坏了！啊，真砸坏了！啊，哎呀，你慢点说，咋样？刚子说了，陈家哥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，刘医生说得送去城里的大医院。塌了天了，这是塌了天了，这咋了？这有这么严重？我去看看。哎，你不能去，你去了他们会把你打死的。你们不能去，我跟你爸去，跟你爸去。爸妈，人是我砸的，还是我去吧？不去不去，回家在屋里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去。是啊，妈，你们小心点啊。哎，嫂子，你这一板凳，可算是把我们家砸毁了。Thank you.